赖 TV 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洪都拉斯，在阿哦最强驻村小队里面呢，我饰演的角色是崔仲。什么是崔仲呢？就是队长的意思。阿哦最强驻村小队，我们经历了一个月的时间，我们感受到斯坦乡民的一些满满的人情味，我们几乎忘记了在都市里面那些紧张的压力。它是一个非常适合休闲的一个好地方，而且你可以看到你平常看不到的美景。每周五晚上的8点，阿哦最强驻村小队就在 LINE TV 全台首播。想知道最新的消息，快来追踪 LINE TV 官方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期待在 LINE TV 大家相见。